大姐啊，嗯，起这么早啊？明台一夜都没有回来，我不放心呐。哎呀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也许是喝酒喝多了。太不像话了，外面这么乱，我昨天晚上应该跟他一起去的。你也没问问他那个同学聚会是哪家酒店？我问了，他能告诉我吗？行了，大姐。他都这么大了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在香港、在巴黎的时候都玩疯了，我也没见您这么担心过。那是我看不到，管不了他，他现在在身边了，我可不能由着他。还说我呢，你也没睡好吧？你要不是担心他，你能起得这么早？我可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想等着他回来，我收拾他一顿。哎，我一夜没回家，大哥大姐一定得收拾我。没想到，在外风流倜傥、杀伐决断的公子哥也有怕的人啊！我还真想见见是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，能治得住你。那可太好了，你要是跟我回家，我肯定不会挨骂。在外面逛了一夜，带回去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你不如跟我走啊，弃暗投明，彻底跟封建家庭划清界限，不就没人揍你了？这就没意思了，一有机会就策反我。我策反你？就你这样的，我们愿不愿意收还不一定。那要不是策反我，就是真心的呢？什么真心的？真心的想跟我在一起。你就不怕你们军统的纪律处分吗？为了你，我死都不怕。那总要死得值得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值。别脱了，穿着吧。天冷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好吧。王处长，怎么样？说，我一直在汇丰银行盯着那个保险箱，那个号码暂时还没有任何人来开过。民警没来过吗？没有。有没有人来问过？也没有。民警最近有什么动向？他除了去了趟苏州，基本都在上海待着，还有些正常的商业往来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王处长，是不是我们的情报来源有什么问题啊？还轮不到你来怀疑我吧？这才等了几天啊，就着急了。这张网只要一铺开，总有一天民警会撞见。只要有人开启了保险箱，
我们就能顺藤摸瓜的找到地下党，而那个人也一定会指向明镜。等我坐实了他的共党身份，就算是明楼也救不了他，到时候就只能任由我处置。做好你自己的事，给我盯住了。是，汪处长。看报看报，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，抢劫杀人。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，抢劫杀人了啊！杀日本人？嗯，还在日本领事馆，胆儿真大。是国字辈还是共字辈呀？谁知道？看报了，看报了。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。大小姐，要不您先吃点儿，再等等。无限柔情像春水一般荡漾，荡漾到你的身旁，你可曾听到声响？你的影子闪醒了我的心房，你的言语你的思想已是想悄人生亡。我总是那样盼望，盼望有晚上